讲的不清楚，如果你听完还不懂的话，你需要发问哦，要听懂为止哦。很快。讲完开下去了。上课先上课啦，无闲你下课啥？你时间再去无闲啊？讲啊！因为你要听完，因为你要评分呢、欸，你要评分。每一个人都要评其他六个组的分数。哎、欸，你们先等一下，嘉轩过来、啊，一起讲哦、喔。我有人吗？老师，老师，我们三个。好，给他一分就好了。给他一分就好了。你不能性别歧视的。他们故意捣乱啊！不是节奏啊！你卖卖乱嘞！一题的讲解时间我给你三到四分钟，现在已经过两分钟了。你这样看得到吗？他真的是挡了一半了，为什么？听不懂要问哦。好，约掉。